的地图折叠两次的话，中心点就是湖北。气十足，敢为天下先，前景广阔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《开放新中国·秀芳点题》节目。这一集邀请你跟着我们的脚步，走进鱼米之乡——大陆湖北省。湖北是大陆的粮仓，山光水色，无烟囱工业举世闻名。那么如今经济发展一日千里，沿海企业转进内陆，2300多家的台资企业落户，商机蓬勃。它自古以来，湖北就是九省通衢，地处大陆中心，掌握区域优势，肩负起中部崛起战略的挑担角色。而通车3年多的武广高铁陆地飞行，见证了中国速度，也带动湖北的起飞。作为中部崛起的领头羊，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接受了我们的专访，他要全力打造5个湖北建设，掌握未来的黄金十年。392 393 394 394 394。全球最快最长的武广高铁横跨武汉、长沙、广州三地对开，通车3年半，疏运9000多万人次，启动高铁经济。这项划时代的建设大幅拉近珠三角距离，加速落实中部崛起战略。武广高铁打通黄金大动脉，沿途经过古战场赤壁、长沙、衡阳、韶关，直达广州，全长1069公里，是台湾高铁的3倍长，桥梁684座，隧道226条，工程难度世界罕见。沿线20多个大城市，将近1亿人口，从武汉到广州，过去耗时11个小时，如今不到3小时就能抵达。早上在广东饮茶，中午到武昌吃鱼，半日生活圈美梦成真。对，我们现在高铁也不用坐飞机，然后就4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就到这边，也很高兴。乘着高铁梦中国梦，从广东到武汉，从沿海到内陆，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稳定加速，继续推动湖北力量。现年56岁的李鸿忠出生在工人家庭，早年的知青岁月在沈阳苏家屯区插队劳动，苦干实干。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，进入辽宁沈阳市政府任职，开启从政之路。就这个地方呢，一般呢。2007年调任湖北副省长，2010年12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。李书记呢是一个非常亲民勤政的一个省委领导啊，他是到现场去，而不是坐在办公桌上去的。李鸿忠既有中央工作的经验，又有地方主政资历，特别是在经济重镇大城市的治理政绩，让他在湖北大展身手，迎来5局之势，建设5个湖北，打造接下来的黄金十年。我们看到湖北近年来致力发展富强、创新、法治、文明、幸福，总共是5个湖北建设，也交出了一张可圈可点的成绩单。那么经济数字不断成长，同时也推动了两圈一带的经济亮点。什么是两圈一带呢？分别是武汉城市圈、鄂西旅游圈，还有长江经济带。好，今天访问一开始呢，我们就先请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湖北经验，还有未来湖北的愿景。就是湖北，叫现在是中气十足，啊，前景广阔，这两句话。所以"中气"这个"中"字呢，是湖北的，它是经济地理。如果啊，比如说用我们啊这个中国的地图啊，这个大陆，所以啊地图如果折叠两次的话，中心点就是湖北啊。所以当年乾隆皇帝讲啊，湖北是九省通衢，湖北的发展呢，特别是近现代以来，是中国工业的摇篮。有张之洞啊，在这里搞洋务运动，搞汉冶萍，啊，江西出煤，黄石出铁矿，啊，在武汉这里这个炼钢，
在汉阳这里呢，造箱造炮，啊，这个造机器，啊，这是一个现代大的工业体系。那么进入，这个近现代以来，特别是啊，近几十年来吧，我们这个应该说呢，就大陆经济发展总体的布局的重心，就是80年以前重心都是湖北。你像武钢，这个东风汽车，啊，武昌这个造船厂，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大型的这个装备制造业，所以这里是个中心，经济中心。那么目前这几个方面凑到一起，湖北进入最佳的这个历史发展时期，叫黄金十年，就是到2020年，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它有一个数字的一个指标。就是比2010年要总体翻一番，总量翻一番，人均收入翻一番。如果按照2020年啊翻一番的话，以2010年为基数，2020年啊为一个极限啊一个线段翻一番的话，我们湖北可能就不止翻一番了啊，不止翻一番啊，大概这个我们这10年期间。我们总体的啊经济发展的增速啊要保持在10%左右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全国的速度是7.5%左右的话，我们10%左右，以全国总速度的150%，就1.5倍走完了未来10年。